平野美宇输球哭鼻子，颁奖典礼武士国乒冠军，合影石头扭到一边。2019年国际乒联捷克公开赛女单决赛，陈幸彤4-3险胜平野美宇。赛后颁奖典礼，平野美宇在哭鼻子，而陈幸彤则很淡定，两人没有交流。平野美宇主动武士陈幸彤，对于陈幸彤来说，连续在保加利亚和捷克夺冠，这两个冠军含金量很足，因为日乒在这两站派出了主力，但是国乒还是顶住了压力，派出二队人夺冠。但是如果陈幸彤在外战中表现如此出色，未来如果他能更多赢下国乒内战，陈幸彤尚未指日可待了。今天陈幸彤面对平野美宇，前三局陈幸彤进入状态快，而平野美宇在0-3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地将比分扳成3-3平，